お目覚め、ちびすけ。マミー、ここどこ？見ろ、中へ誘っているようだぜ。こいつは随分気前がいいこった。ルカ、言わなくてももう分かってると思うけど、この先あんたの面倒は見ないわ。だろ、心配するな。自分の面倒は自分で見るぜ。行くわよ、ちびすけ。そばを離れないようにね。愛するわが娘、今こそ長き眠りから目覚めるのだ。真の力を解き放ち、世界の目を開眼させるために。パパ？え？パパだ！パパだよ！パパ？そうよ、マミ。ほら、聞こえないの？うん、パパ、今から行く。マミも連れてくね。ちびすけ、待ちなさい！マミ、こっちよ！ちびすけ！ちびすけ！吉比斯 K 的意思就是小鬼，你小孩都可以当人打。小蜘蛛，小蜘蛛之类的。有火焰，但装了这个戒指之后就没办法用那招了。
再变成一个机器的玩法。这比什么招牌就是。果然，把戒指拿掉才会有。目前出到第二代哦，应该不会再出了吧？我觉得。哇，超难！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那只，那路人道那只。还有靠，
安妞。外面在还是得要干掉才行。欸，不用，太好了。可以冻住下来，这样打快多了。快狙狙了，靠，玩到后面有点忙，有点烦躁，你明白？
哦吼，还有一个。快点十个，浪费我时间的这种敌人。超浪费时间打吧。哇，被烧到。哇吼，就是这个家伙。那个规则，
啊，忘记他会攻击。到了奇妙的地方了，那现在到底在什么地方？搞不清楚。哦，感觉好像最后一关的感觉。Make it though。 哦吼，为什么？骷髅卡。好多魔法卡，那你好，然后这你就说一代在是在玩玩家就对了。算到红血好像不至于会摔死。哦哦，死了，没血的时候会被龙咬死。
那边吗？这里。哦哦，加魔力。其实很多东西我还没用过，像这个。还要继续往上跑啊！应该是那边吧，那个门。去啊，爸爸！哦，死了。新品种，他之前没有这样攻击模式啊，增加新的攻击模式。抓不住他的那个 tempo。 输了。今天死了超多次，看会不会死到两排去。
冲走行囊。哎哎哎，来不及。好麻烦，对吧？啊，谢，贪快都没办法。真是玩玩家呢。哦，新的没看过，16公吨。然后那个视角一直晃，很烦耶，我要固定住视角都不行。那嘿，好，一定要从这边。哎，血的！哦，真的是哦，难怪大家说一代最讨人厌就是这样。这关卡不必要啊，就设成这样子。
好吧，我心平气和一点。来了！我靠！跳到四角外了，终于跟之前一样，没拍到，拍中。还有，什么东西？我靠！上次是海上打，这是直接路上打。哇，后面快坏了！看，我都看不到了哦。
吧。是。来不及，来不及，来不及！喂，这样也可以哦。这样也给黄金。终于控制。没错。